新手游，这种新全新的战略手游也是杀蛮大的。那我们就直接攻略土地教学。那到底要土地要怎么攻略呢？我们赶快来看一下。这些的话蛮适合讲攻略的，就是一个占领啊。我是比较傻眼的，因为我本来想说这类型的游戏不会再出新手游了，就这款又出这类型的手游。怎么占领啊？我先侦查再占领啊。出征。好，出征教学，攻略土地教学哦。那下面有聊天室。好，那实战有点像《三国志大战》这样。我这实战不能跳过诶，有淡薄仔过分哦。就可以继续下一关了，这应该就成功了吧？刚才的战报，有任务到底可不可以完成的啦？来出征，所以等于要先侦查然后还有武将等等之类的。那因为我们占领两块土地嘛，我们就先占领两块土地。那有招募。升等教学。终于完成了。那你就可以这样把其他的东西，这个玩法我就不多讲了，就这样。你可以保持等级，先会保持动物入侵室。教学完毕了吧？